这一件呢，是我花了3个月制作的第一件 T 恤。穿着亲手设计的衣服 ，model 出身的吴明凡，早在出道前自创服饰品牌，费尽心思投入创业，吃了很多闷亏，也很有心得。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受了蛮多的挫折，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我又不是本科系的，然后我就上网去查说，如果我要怎么做的话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后来实际上其实是有查到一些工厂之后，是亲自自己去跑。从什么都不懂，误打误撞下完成 T 恤打样。不过创业初期只有20万资金，要为品牌注册商标，也只能多花一倍的钱求助代办公司，更别说庞大的店组费用。当初你在创业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花到的很多的成本是在于你的设计跟生产。那如果再加上店租这种压力下的话，我相信真的没一开始，我们像我们年轻人要去做这些创业的时候是没办法负担。来，第一个三壮。以艺人吴明凡的例子来看，即使身兼演艺事业，青年想要创业，马上面临辅导资金不足的问题。国发会主委管中敏甚至认为，台湾的创业环境被归类在亚洲第3、第4级，只赢过不丹、尼泊尔等南亚国家。为了改善就业环境，国发会将严拟创业草案，只不过能不能对症下药，让青年勇于创业，还是个未知数。三新闻王建勋、陈怡杰台北。